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个人无法度服侍两个主，你即马咧服侍是倒一个主？咱今日也要对圣经的话语的中间来学习一个咱所信仰的一个基督的信仰，啊，甲一个咱人做人处事的这个伦理的问题。差不多一礼拜外前吼，一礼拜三，有人邀请我去主持一个对书礼拜。啊，这个人是我唔捌的，而且呢，伊阁讲这个介新这妈妈、这个奶奶吼、这个阿嬷是信主的，但是伊的细碎是无信主的。所以迄阵啊，我就小可丢毒吼，我想讲，这吼。安尼咁好势吼，而且就是讲，伊的这个家属吼，万一若反对吼，我去嘛足歹看的吼。但是当我去甲因接触了后呢，我才发现，我讲啊，一个人吼，伊的一生影响到侪人，因为迄天迄个对书礼拜其实是足简单的，唔是讲真侪人，吼，我想超十通的人尔，因的家属吼，伊拢总。敢那有五六个查某囝，甲一个后生，但是迄间有四个查某囝，甲两个新妇来。啊，较特别的是，另外阁有另外一个家族，迄是因的朋友。啊，因呢是连续煞三代的人拢出现，就是讲另外一个家族。啊、我听因伫咧分享，听因伫咧回忆的时阵，我才了解讲，原来是这个过身的这个奶奶呢，伊伫咧在生的时阵呢。伊对这个另外一个家族呢，有真大的恩典，甲因做真好的帮衬。所以呢，虽然伊过身，这个另外这个家族，其实这个负责的人人咧台湾，我咧笑伊讲哦，这个人按台湾咧遥控啊，遥控这几个对书礼拜，伊呢遥控啊，什么程度？连伊的迄个第三代吼，伫咧马来西亚都叫伊坐飞机来参加，啊，佮有按外州的嘛来参加。我想讲，哇！这个人，这个过身的这个奶奶是什么所在？这么特别，会和一个另外一个家族，到我第三代，还搁咧纪念这个奶奶。结果听起来就是，这个奶奶呢，甲另外这个家族因的这个边边这个阿妈辈，互相帮衬，伫咧需要的时阵，好啊！这个过身这个奶奶可能迄阵啊厝内较好个，都甲因帮衬。结果呢，这个另外这个家族呢，伊就甲伊的第二代讲，佮甲伊的第三代讲，所以呢，因就记真感谢这个过身这个奶奶，所以呢，伊这对书礼拜的时阵呢，因就拢来，结果呢，去感动到这个过身这个奶奶的一家查某囝，因为我会看得出来，伊迄查某囝一礼拜的时阵惊一个讲哦，安奈恁也来，吼，无想讲你按。按外国你也赶来，啊，因为这个对书礼拜不过半点钟啊尔，好，我跳工啊问，我讲啊你是按马来西亚来，是想说要来做什么代办什么代志？伊讲唔是哦，我是跳工为着这个，我讲哈，为着半点钟哦，特别按马来西亚坐飞机来，就是为着这个半点钟的安息礼拜。所以我讲哦，咱人吼一生中，不管是咱富裕也好，咱善良也好。当咱若行做，咱做代志，若是行好行为的时阵，咱就会当影响到侪侪人。我会当感受到迄天来参加的这四个伊的查某囝，啊，甲两个囝婿，虽然因无信主，但是因受到迄个感受到伫咧基督内面迄个疼。好，所以我想今日我用这个故事来开始，就是讲咱今日要来讲到上帝话语箴言。第三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拢解释咧咱的行做，咱做好代志，啊，甲咱的富足，吼，咱的富裕拢有关系。我想头一点要来讲到，就是讲咱甲人相处的这个智慧，吼，咱今年咱咧讲的，就是讲智慧的人生。这个智慧的人生，就是伊知影要安怎甲人三斗阵。就是讲话，伊爱乐善好施哈，欢喜分予别人，
欢喜做好代志，吼，欢喜做即个施舍的代志。所以咱伫咧讲讲，咱做好代志爱什么？爱及时啊，行善要及时，就是讲圣经即个箴言第三章二十七节讲，你的手若有即个做好代志的即个力量啊，行善的力量，毋通推迟，都爱向迄个应得的人来做。你可能会想讲，啊，迄应得的人是虾米人？是我吗？应得的人是虾米人？应得的人就是伊配得到迄个恩惠，而且伊有需要的人，特别是迄个善向有需要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伊知影讲虾米时阵及时要来做好代志。安尼，你就是你的人生的中间，你就会当有真大即个价值。你会当做讲你能力范围以内你做会到的，你若是你家己做会到的，你偏偏也毋做，你就是对不起人，你嘛对不起上帝。伫咧马太福音，吼耶稣有讲一个譬如，伊就讲到即个王，伊讲，我实实在在甲恁讲，遮个代志，你若既然无要做伫咧即个兄弟中上细的即个身躯顶呢，安尼就无做伫咧我的身躯顶。什么叫做兄弟中上细呢？就是讲上软弱、上无气力的。我若问你讲，什么人是上软弱、上无气力的？你会当想到是什么人？我想幼婴啊，应该是上吼一生出来，我看到这种相片的时阵，我嘛想讲，啊，哪有人将囡仔放伫 microwave？ 我想讲，哇，这个人是要创啥？要 microwave 要30秒还是啥？这是一个真感动人的故事吼。这是一个韩国的牧师，伫咧韩国，伊发现讲有足侪囡仔生出来了拢用氮气塞，所以呢，伊去做一个 box， 叫做 drop box。我想你拢常常听 drop box， drop box。伊去做一个 box， 予人呢真正若讲要将囡仔氮气塞呢，囥来伊这个 drop box， 啊伊来甲饲。好，我即摆请 AV 的同工甲咱放这个 video， 予咱来看这个 video。And then I was weeping.I always cry when I'm angry. And she said, why are you crying? It's only orphan. The baby box is South Korea's first and only box to collect abandoned infants. Hundreds of unwanted babies are abandoned on the streets of Seoul, South Korea every year. Tragic loss of life moved a pastor said to set up a way for saving unwanted babies.위험함속에서버려진아이들이있고또길거리에서그래서이제베이비박스라는것을만들게됐고그리고정말안들을줄알았어요아니너무빠이거예요어떤아이들은목사님이아이하고죽으려고약탔습니다예그러지마라그러면너도오고애기도와라길이엄마의엄마의글입니다제아들을부탁드립니다찾지말아주십시오죄송합니다정말로죄송합니다누구야예길이길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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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영어이름은네빅토리 그래서그아이들이이세상에필요없는존재들이아니고하나님이쓰시고자했다고보여줬어요여기이제가정에20명이라한그아이들이좁은공간에서많이살고있으니까저랑공동체가다른것은아버지어머니가있기때문이죠하지않는일그리고버려질수있고또는나라에서하지않고있는이런일들을하시는 Even if there's just one person that really cares about children, it makes such a difference. They're just human beings, just like anyone els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live. 이제이문제가한국만의문제가아니고이제아마세계적으로이아이들이이렇게박해버려서희생당한아이들많으니까But these children, they're helpless, they're voiceless. Who's going to speak for them? I sent this child to send him back.
하나님, 이 아이들에 대해서는 죽겠습니다. 我们当你看了这款的 video， 你有感觉真感动。哦，这是一个真实际的一个故事。哦，在韩国在发生。真正你甲想看卖，迄一个拄仔才从生出来幼婴啊，伊敢袂当做什么选择？伊敢有啥物能力讲？拜托拜托帮助我。伊除了考以外，伊当做啥？哦，所以真难得吼，这个韩国牧师有这个贴心。 其实你若去 Google 去 search 一下吼，这个牧师伊家己本身伊有一个后生，生出来的时阵就是残障，吼，所以伊有迄个特别家己的感受，伊知影讲即款的囡仔大部分拢是用单膝杀，吼，所以讲伫咧遮，吼，我毋是讲咱都爱开始去捡迄种，吼，去用单膝杀的囡仔，但是讲上帝若敢再有放迄种个感动伫咧你的心中，吼，其实真侪时间拢是一开始拢是按一个人开始。 上帝将迄个感动，就放伫你的心中，就迄个点，伊就开始啊。哦，所以咱甲人相处的即个智慧中间，就是讲，咱爱看到好代志的时阵，咱愿意去做，咱愿意去做。尤其是你做会到的，哦，你若做会到的力量，你就应该爱去做，尤其对着遐需要的人。第二点，就是讲。 伫咧圣经箴言第三章28节讲，你遐若有病呢，吼现成的病的物件，毋通甲即个厝边讲，去啦去啊，明仔载再过来啦，吼，我一定会互你，就是共安怎，刁过伊共刁难啦，你明明都有，但是你着爱看伊来行两三逝，吼，安尼咱敢有疼厝边，吼，所以伊伫遮讲，你着爱疼你的厝边，疼人亲像疼家己共款。 箴言第十二章第二节安尼讲：富乳的父也是善乎人，在世相相拄啊，拢是耶和华所做的。不管是富乳的人，也是善乎的人，这拢是耶和华平平所看顾。所以咱咧做好代志的时阵，咱爱慷慨，而且爱及时，吼、哦，爱慷慨，而且爱及时。好、哦，伫《春天马太福音》第五章40节讲。 有人来求你的，你都爱予伊；有人来甲你借的，吼、哦，毋通推迟。当然，咱毋是咧鼓励讲伫咧教会内面，咱也有借钱的即个代志，毋是。咱是讲，当人真正有需要，但是这有智慧，这有智慧。咱小等下讲着，伊讲，咱恁中间有人甲恁讲，有人对因讲，恁中间有人对因讲，平平安安去吧，愿恁会当穿好烧，食好饱，拢毋。 但是却是无互因身体上所需要的，这有甚物好处呢？当你看到一个 homeless， 你讲来，我祝福你，吼，啊，你平平安安去吧，安尼敢有路用？但是当咱要帮助因的时阵，咱也有智慧。我感觉伫咧美国真正感谢主，有一个教会做了非常的好，我看了我感觉真非常非常感动。好，这个教会Bill Hybels。 哦，Willow Creek 伫咧印尼罗伊这个教会，即顶逝恁诶，同工研习会时阵，牧师有放因一个 video， 互咱看到讲因是安怎成立即个 Willow Creek Care Center 关怀中心。你甲看遮相片，你啊不得了，这比 Costco 搁较好，吼、哦，比这超级市场藏落搁较水。但是你爱了解，像伊怎啊，伊即个，哦，是咧。 伊即个敢若吼，胖空几摆啊，伫饮料吼，啊，伫果子安尼，你知影伊即个毋是 overnight， 毋是一工就创出来。你知影伊安怎开始？是因为有一个人，伊去超级市场去买菜的时阵，伊发现到一个 homeless， 伊讲来，我带你入来，来看你爱啥，咱来买，啊买一袋，吼，啊伊就送伊转去。结果呢？ homeless 离开了，帮咱伊的这个人呢，迄天暗暝呢，心中一直不安，困袂去。你知影伊咧不安啥？伊毋是不安讲，也是讲毋甘伊送伊迄块即个物件。伊的心中不安，伊感觉讲，我送伊即块，伊可能转去食三工一礼拜吧。
啊，佫煞落要安怎？啊，伊感觉伊做无够，所以感觉伊真不安。所以因就开始，就亲像咱教会共款，咱有咧做 food drive， 吼、哦，所以大家讲吼、哦，但是咱外久做一遍，吼、哦，所以伊就是这个人，伊就开始安尼想，安尼做，伊所以伊就开始伫咧教会内面，将伊所感觉的，伊开始分享。结果每一个人回应，每一个人回应，嘛是开始哦，一路一路，咱就传互因哦，传互遮来帮助因。但是尾仔因发现，安尼还阁无够好。因为安怎，咱替伊传的无一定是爱食的咧，是不是？所以讲，无咱安尼啦，咱吼该拜拜的，吼、哦、啊，互伊家己敬，而且安尼，互这個来的人呢有尊严，是不是安尼？所以就是安尼开始的。你也看迄衫，吊到安尼，我讲哇，比迄个 J.C. Penney、Macy 迄 Department Store 搁较水，迄种旧衫，但是因就是较整理啊，足水的。后来摕的人，不管大人囡仔，拢感觉讲足有尊严的。我嘛敢那亲像去店的去买安尼，但是是免钱的。你也看伊这个修理车的所在，我做我比 Costco 搁较好。这是安怎来？同款。伫咧因教会内面，有人会晓修理车的，伊就开始为着讲，伊看到只单亲妈妈吼，你知影姊妹拢较袂晓，唔捌这车的物件嘛。啊，即嘛来去修理车，是去换乌油，还是创啥？啊，拢去用骗骗，足侪钱的，无需要换嘛，去嘛，人佫换伊嘛换。所以想想的，安尼唔对嘞。哦，所以伊就开始咧教会内面，伊就开始帮衬。结果，一个 mechanic， 两个 mechanic， 三个 mechanic， 斗阵开始的时阵，就正做这个关怀中心，而且个 auto parts， 而且个中心。亲爱兄弟姊妹，这个教会有24,000人。所以他們有法度做安尼，咱教会500-600人，咱会当做啥物？哦，咱无需要去想讲，我嘛要做安尼，无需要。这是因已经做偌久才有通安尼，因拄头一工毋是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嘛会当按咱家己本人每一个人，咱的气力会当做偌济，咱就做偌济。咱开始想，上帝啊，你放伫我的心中，我的气力到底啊，我会当来帮助需要的人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圣经顶头咧讲的。你讲帮助人拢了吗？唔是哦，帮助人其实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帮助人是一个真蒙福的一条路。因为圣经甲咱教讲，施比受更为有福，敢毋是？哦，一个箴言11:24-25，这是咱今日的经文，讲有施善的，会要搁较加天；啊，若是当算过度的人呢，颠倒会愈来愈散。好施舍的呢，一定会富足；你滋润人的，一定会得到滋润。一个圣经内面，足多这种例，吼、哦，咱嘛知影讲，我相信这个例，你常常听。伫咧圣地的所在，吼，足侪人去即个以色列的圣地，有两个所在，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死海。加利利海是啥物？是一个活水，吼，伊约旦河安尼一直迄落，所以活水风景阁足水，鱼嘛真侪。但是那是死海呢，是啥物？无法一项物件会活的啦，你人落去阁会浮起来。有什么路用？无啊！哦，所以讲，伫咧遮，咱也是会当慷慨来帮助人呢。咱会当得到真好诶，即个祝福。你啊看伫咧圣经内面，遮尼侪咧，吼、哦，即、这个耶和耶大吼，伊安怎？伊是一个祭司。当年诶，即个耶阿斯王呢，嘛才七岁啊尔，但是伊忠心伫咧伊诶边啊，该扶持。吼、哦，当啊伊年纪大诶时阵呢，吼、哦，立志。圣经安尼写讲，在历代志下吼，24讲，耶和耶大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阵是130岁，葬伫咧大毕城列王的坟墓内。哇，这是足大的功荣哦，会当甲王葬做伙。因为啥物？因为伊伫咧以色列中行善，佮侍奉上帝，修理上帝的殿，因为伊做好代志。
过来呢，这个苏念吼，苏念的妇人，伊接待这个先知伊丽莎，吼，上帝怎啊赐予伊囝儿，尾啊甚至个，吼，伊这个囝儿破病下，伊个予伊死来个活，吼，会当摕转来所有的财产。过来呢，伫咧新约的所在，使徒行传，多加嘛是因为伊行善事，吼，行善事，一个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讲，伫咧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做达比达。哦，翻作新语话就是多加，伊广行善事，做多多施行这个救济。所以讲虽然尾啊伊过身去，吼伊死了，结果呢，彼得伸手甲伊祈祷的时阵，伊竟然阁活起来。吼，过来呢，哥尼流嘛是做行好的代志，吼拯救这个百姓，所以呢，全家拢得救，而且被信心充满。上阿尾一个哩。吼，低米刀，吼，低米丢，吼，低米丢，伊嘛是行善，吼，伊有好名声，吼，见证，吼，所以你看，有这么多，因为伊行善，伊做好代志了后，吼，伊得到福气的这个，吼，咱相信圣经袂甲咱骗啊，吼，圣经有这么多好的例，互咱好的模范，互咱来看。第二点呢，咱的疼心是比咱的财富搁较重要。咱的疼心比财富更加重要。伫咧箴言21:26讲，你若囤粮无要卖的人吼，百姓一定会救助你。吼，啊，你若甘愿出卖的人呢，人一定要祝福你。吼，咱拢知影讲，有一个话叫做什么？这个国难财啊，咱千万都唔通趁这个什么国难财啊。有真侪人拢是哇，那倒遐有甚物迄落时，啊，紧拼去啊！吼，安尼紧来卖，安尼，生意会较好。哦，这边咱哦，顶礼拜咱拄仔才知影，这个复兴航空吼、哦、发生这个空难。哦，我看新闻咧报，我感觉台湾真正是有五忙。伊这个空难的所在呢，有足侪商家、足侪、足侪迄个摊贩，拢大家堵起遐，拢安尼咧创啥？唔是咧做生意，免费来帮衬。伊讲我伫咧遮，我攻击，我100分，我就是要攻击或者伫咧参与伫咧这个救赎的遮人的这个救济这个团队内面。我看安尼足水的啊！伊毋是趁这个机会讲好，我来卖蚵仔面线，本来5块，即嘛卖10块，毋是安尼。好，所以我讲啊，讲咱人真正是，咱要趁钱哦，哎，还是要吼，还是要讲赚钱要有道啦，吼，唔通是讲要用这个趁人这个危机的时阵再来趁人的钱。伫咧这个小先知书吼，阿摩斯书顶头都有写，伊讲恁食要吞食这个善良人。吼，困苦的人，吼，衰败的人，都爱听我的话。这个上帝借着这个先知阿摩斯所讲的，吼，因讲恁伫咧找伊的时阵呢，过去咧，伊咧叹讲，当时这个找伊，吼，耶稣就是找伊的，吼，当时才要过去，我通过来好好啊卖我的娘，吼，啊，安耀你当时要过去，吼，我才通过来开始来这个摆开我的这个马啊，吼，因知安耀你袂当，吼，这个假冒为善啊，知影讲安耀你袂当做代志，吼。再来卖我，吼卖我的这个卖，喏卖出的时候是用迄个小升斗啊，吼，但是呢收银啊的时阵要用什么？要用大的这个器皿来对，吼，用贵价的这个天棚啊来欺骗人，然后好用这个银啊，吼，来买这个善良人，吼，啊用一双鞋要换这个善良人，将歹去的这个鞋啊要卖给人，你看这拢是真歹，吼，是拢要贪人的便宜，要贪人咧。趁人咧紧急的时阵，趁人咧需要的时阵，要安尼共骗人的钱财。哦，所以讲耶和华讲，耶和华指着这个雅各的荣耀，就怎讲哦？因的一切的行为，我一定永远都袂忘记，袂忘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咧每一日的生活的时阵，咱好好来思想，咱有趁人需要的时阵，去占人的便宜啊无？哦，你若看伫咧创世纪，约瑟都毋是哦。约瑟伊是上帝赋予智慧的人。伊七年的饥荒的时阵，伊就紧吼将这个伊这個、在迄落米牛啥拢捡起来。但是到七年丰收的时阵，拢紧捡起来。但是到七年饥荒的时阵，伊就紧放出来，帮咱遮善乡的人。所以遮善乡的人，大家拢感激。伫咧埃及的时阵。大家遮善乡的人，大家拢感谢这个约瑟，
你会记得圣经里头写讲，因提钱去啊，我还佫甲说多些，因为真正是救赎因，真正帮助因。所以讲，咱咧做来，而且就是讲，咱来想着讲，疼心是比钱佫较重要，吼，疼心比钱佫较重要。第三点，要讲到讲，咱来做一个恳切求神的人，吼，箴言十一章二十七节讲，恳切求神的人，就求得恩惠。独独这个求恶的人呢，恶一定要临到伊的身躯顶。既然啊，真正积极伫咧为着咱的同胞吼服务的人，一定会得到，一定会得到你这个啊应得的这个荣啊荣誉吼荣耀啊荣誉荣誉，也是这个吼接纳。因为因追求的良心是无私的，一定会得到奖赏。奖赏，我想咱在座大家拢知影，咱教会有一个移民官吼，啊，这个移民官前两天才拄按德州转来，吼、啊、我伫咧伊的 Facebook 顶头，我有看到伊写一个文章，啊，我感觉真感动，啊、所以我有经过伊的 permission 吼，伊的允准，讲我今日来分享。我感觉讲伊真正伊的心是真柔软的。因为其实有一遍伫咧分享的时候，我就听到伊咧讲，伊讲伊有当时，即、这个移民官就是常常拢在讲 interview 嘛吼，看即个人是毋是会当留伫咧美国安尼吼，拢是因为人即个难民吼需要庇护安尼。啊，伊讲有几落遍，伊拢感觉，伊拢真对伊咧 interview 的即个对象呢，伊拢心中拢真唔甘，吼，伊讲有当时，吼，伊拢家己流目屎。我就讲，哇，这个兄弟吼，真正是一个真 tender heart 的人，吼，真温柔的一个人。这是伊家己写的吼，伊写伫咧这个 Facebook。伊讲吼，伊去拄到一个年纪差不多甲伊的查某囝同款，差不多二十通岁一个查某囡仔。伊呢，就是真不幸，伊嫁到一个酗酒吼，而且佫有吸毒的这个同居人呐，嘛无嫁，就是同居安尼。而且伊去用家暴了，去用放杀。啊！伊带着这个差不多三岁囡仔呢，吼、哦，这个爬山吼、哦、摄林安尼，这个孤儿寡妇吼、哦，孤儿寡妇安尼经历，甚至搁去有这个边界，这个墨西哥这个，因叫做什么蛇头吼、哦、剥削，因为你讲你要啊来进入到美国，所以因就偷入境安尼吼，结果嘛去用抓到，啊抓到的时阵呢，人就要甲吼、哦、拘留安尼。而且呢，伊提出这个庇护申请吼，头一遍就去用拒绝了啦，所以伊需要被送回去吼原本的这个墨西哥的所在。啊，伊阁上诉，上诉了后呢，就变成这个咱这个兄弟的这个案件。伊后壁写一句话，我感觉真正是讲，我变成伊留伫咧美国的最后一线希望，最后的一线希望。哦，那这个人有留来无来？小等刷了，恁家己去问伊。但是迄句话深深打动我的心。伫咧咱的四周围，有偌侪人，咱是正做伊一生中间最后的一线希望。咱有去抓掉迄个线，还是咱就放伊去？所以咱真正求主怜悯。予咱有一个敏感的灵，假作一个基督徒，咱是有使命伫咧这个世间上的，咱会当帮助人，咱会当祝福人，伫咧咱的困难以来、烦恼以来。最后一个箴言十一章二十八节，我靠家己财物的一定跋倒，愚人要发旺，亲像青翠的这个叶啊。一树叶，挖靠财产，挖靠钱财是无路用的。真侪时阵，挖靠钱财的人，到到尾啊，就是安怎，伊的生活就变作放荡啦，吼、哦，进入邪恶，这个邪恶的中间。颠倒呢，那是挖靠上帝的人呢，就亲像诗篇第一篇第三十的讲，伊要亲像一丛树啊，栽伫咧什么溪水边，按时候要结果子。伊的叶啊嘛袂枯干，既然伊所做的尽拢顺利，你要选择
亲像一丛树仔，安尼生喙，阁结结好果子，野花嘛袂孤单，也是要选择一条无灭亡的路。诗篇九十二篇十三节甚至讲，因在伫耶和华的殿中，法王伫咧咱的上帝的院内，要行伫咧什么款的路，这是咱的决定。有一个故事，啊嘛有一本书叫做《善甲之之》，吼，春敢若春钱。我想你知影这个故事，就两个欧巴桑小拄啊，哦，伊就问讲啊，足久无看哦。伊讲啊，吼，迄个就讲啊 ，OK 啦，吼，啊，你什么样？啊，伊讲啊，恁查某囝啊，恁后生呢，啊，当点点。哦，因为安怎？真正是善甲亲像就，敢若亲像，善甲敢若春钱啊，因为安怎？伊的亲人拢离开伊啊，伊身躯顶敢若剩钱。吼、哦，这就是咱一个旧年的这个啊圣诞谜吼，咱有一个剧吼，《A Christmas Carol》这个小气财神吼、哦。我感觉咱的华府堂的这个 Young Couple 嘛，足有创意的吼。因搬个伊个写作改编啦吼，人个是外国的剧，伊个改做这个台湾人的，佫叫做林荡生。哦，林荡生呐，哦，那迄天暗暝有来的人，就知影迄个故事吼。有、哦、影，你啊，善甲敢若亲像，敢若春啥，春钱啊。哦，所以我相信咱在座的咱大家，我想已经 get the picture， 知影讲咱咧讲的是啥物。咱的一生中间，咱需要的是疼，毋是钱。我相信啊、哦，你看到这个相片，你知影这是啥物人吼。哦，这就是大家在讲的 Rick Warren 华里克医牧师哈，咱知影讲伊就是写了一本册，对不对？哦 ，Purpose Driven Life， 结果迄本册呢，让伊变作足好个。但是呢，伊变作足好个了，伊敢有开始就去买一个 Mercedes 的 Benz， 还是讲买一台跑车，还是讲来住一间大间厝？无。伊甲伊的太太两个决定，因要保持因原本的生活的情形。啊，剩的遐钱要从啥？因讲因90%呢，拢要奉献出来。啊，伫因做这项代志进前呢，伊甚至阁将因伫个教会，迄阵啊，这应该十几年前个代志啊。伊迄阵啊，服侍超25年啊，将因25年对少教会所领的谢礼呢，完全拢奉献转去给教会。然后呢，将因遐所有钱90%呢，拢摕出来分予这三个，奉献予这三个基金会。一个是人民行动基金，一个是装备教会基金，一个是全球和平基金。这三个基金在从啥呢？伊讲全球有5个大的这敌人，一个就是人性的空虚，一个就是自我中心的领袖，还有极端的善良，还有大流行的这个病甲文盲，真多的文盲。啊，佫有严重缺乏的这个教育的机会，所以我感觉讲上帝吼，你看，你头拄我讲迄个 Willow Creek 是24,000人的教会 ，Cedar Bank 呢22,000人，上帝是安怎中大用这两个领袖，一个 Bill Hybels， 一个 Rick Warren， 拢有道理的，因为因的心是真正真软，就亲像主耶稣同款。伊推动一个计划，叫做 Peace Plan， 和平计划。伊这个计划咧从啥 ？Peace 是 promote reconciliation， 鼓励和解。所以呢，伊建立教会。第二个呢 ，equip servant leaders， 因为伊感觉遮 leader 拢无够谦卑，无够有用这个服侍的心理，所以伊咧装备仆人的领袖。He assist the poor， 帮助善良人 ；care for the sick， 照顾这病人 ；educate the next generation， 教育后一代。你啊看这相片吼，安尼乌妈妈一对内面两个爸，就是伊甲因太太，因两个到了这个叫做卢安达这个国家去帮助因，因为遐足侪艾滋病的人。亲爱兄弟姊妹，我了解
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变做比尔海伯，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变做瑞国人。但是，你会当成做一个上帝要你爱成的人。上帝放伫咱每一个人心中拢有一个疼，你要安怎来用你这个疼？今日我要用这个经节来结束。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你爱吩咐遐今世富足的人，毋通自高，嘛毋通倚靠无定的钱财，只爱倚靠耶迄个高高赐予你百面的咱享受的上帝。上帝要予咱享受咱伊所有予咱的一切，上帝无要甲咱收转去。但是上帝予咱的，咱安怎用？咱是毋是活出来耶稣基督香香的迄个馨香之气，还是人闻到是即个铜臭味？咱大家仰头祈祷。亲阿爸天父，主，阮感谢你，感谢主啊，借着圣经用箴言来教示阮，予阮知影，阮搁一遍来思考。阮都要成做一个有疼心的人，愿意分享的人，而且阮的予人的，就要成做一个祝福。主，因为阮爱一个思考，你予阮的，阮是安怎咧用？阮感谢主，予阮住伫咧厄曼这个真哩富足的所在。主啊，阮所有的拢是上帝你予阮的，求主帮助阮，予阮无因为安尼来自高，颠倒阮都要谦卑阮家己。而且来思想，阮会当伫咧阮的四周围，照阮家己本身，上帝予阮的气力，阮会当安怎来分享出去，予阮成做一个有听、有影响力的人。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